今天的网友投稿，宝贝君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啊？这不是能回吗？哎呦我的妈！确实是能回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就说回到我咱在做爸妈，爸爸的爸爸叫什么？网友们真的是的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别把琵琶伞感冒了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你看你眼睛，你背蚊子咬的。下面网友给他背着张图，简直一模一样，还得是网友来评论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666，这个动作满分10分，我打8.5分，因为我有1点不语。这个分打的一点没毛病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你想饺子送我军训吗？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你说他出去找男人去了？冲着说我出去找男人，你都不知道他咋不见我，我跟你说说。只因妻子美貌赛若天仙，丈夫担心头顶染绿，恨不能将媳妇拴在家中，甚至连娘家都不让回。那充满爱意的眼神中饱含无奈，随后直言道自己之所以这么做，一来是担心这么漂亮的大胖媳妇儿会被别人看上，半心透气。再者说漂亮不更应该展示吗？这不也给老公长脸吗？又让我上街了，那你认不认不？肯定我往认，是不是？大嫂把安全感给了全世界，唯独没给大哥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来个下一个。出不来了。口怎么拉了拉？就是这么兴奋的。我这该死的笑点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造访了红星，他们说他们真的爱和平，他们带来了刀。碰完子宫发现是真的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不错，至少学会了一半。哎呦我的妈！装的一点没毛病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叔叔平时怕响指吗？但叔的灭霸真挺不错呀。OK， 我们接着来看粉丝投稿。店里不守真吗？这一天这么大流水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我是王俊宇，我来自湖北武汉，男，单身。One action， 这是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，赛道一定给你。哎呀，跑到一半，想起家里有冰箱了。哎呦我的妈！
真是贵人多忘事啊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下午四点的飞机，我妈早上七点就出发。是你等车，不是车等你。这飞机机场生活一段时间吧。这是要在机场冬眠吗？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我也不知道他会整这死猪。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哎妈呀！好了，左眼比右眼胆小。哎呦我的妈！还得让网友观察仔细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这首是茉莉花圈。网友是真的损了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我的声音逼人一下子坐起来了。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下面网友给他配了张图。哎呦我的妈！简直是一模一样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川剧变脸也只图一乐，真正的变脸还得看我女朋友。都是些人才呀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我说别切太多了，不然吃不完。吃不完可以做腋下包。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出去的时候 Lady Gaga， 回来的时候 Sorry 妈妈。哎呦我的妈，好友是真损啊。我们来个下一个。家人们竟然发现今天是我的床的生日，睡了你那么久，这次可换你睡我吧。太有爱了，不敢想象等马桶生日的时候你得怎么宠他。都是人才呀。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人家是临场发挥，你是临场表现。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距今1700多年前，中国历史上的东汉末期充斥着外戚与宦官之间的权力斗争。皇权势力的结果是地方豪强势力的崛起，他们横征暴敛，兼并土地。这个我认识，赤兔马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以为三国很乱，没想到这么乱。我们来个下一个。这一颗就能管七天不饿的仙丹，你想尝尝吗？而这第一种就叫做救荒丸，而接下来要做的守山粮却是个隐形的粮仓，遇到围城弹尽粮绝之时即可刨出守山粮。这最后一种叫行军丹，据说是当年诸葛孔明先生所创。不是哥，你真下嘴巧吗？这也太敬业了。那想属于美食博主现实回归。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。西之才死后，于是就再次向荀彧商量，让他再找一位有能力的谋士，这才有了郭嘉入仕的故事。郭嘉真正的高光时刻是在官渡之战。在郭嘉的职业生涯中，每次遇到国家大事几乎计无失算。啥时候用哲学辩证分析一下氪金游戏对社会的影响。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
我就说没想到我一把年纪了还能找个十八的。哎呦你妈老门吃嫩草，我们来个下一个。我以为是我了，原来是他下班了。你朋友是爱的字母吗？到一个爱的字母，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大王怎么了？大王，今天大王也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大师是选梅赛德斯、雷克萨斯，还是劳斯莱斯？哎呦你妈！还得是网友来评论，我们来个下一个。我听的大概意思是，白龙马不要太着急，一死他再杀，弄死三兄弟。这歌词翻译的非常到位，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加勒比海带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拿这小碗干啥呀？我吃这碗粉装粉太大了，然后我吃不了这么多，我拿小碗装一下。嗯，好吧，那你少吃点。嗯。咋的？我做这粉好吃啊？好大一碗呀！好吃，但是我减肥不能吃那么多。不是，都进碗里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小碗，这小碗就不会那么多。不是。那有什么区别吗？这俩脱裤子放屁的欠多了，换裤子放屁的第一次见。哎呦我的妈！比喻的非常恰当，我们来个下一个。骆驼说：“我虽然能吃苦，但是我吃不了一点苦。这苦才一点吃不了。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一次变异换来了终身的正常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这俩接了个修龙宫的活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哥们，你这业务接挺大呀！我们来个下一个。我是老妈。嗨，我是老大。我是老二。我是老三。我是老四。我是老五。我是老六。我是老七。我是老八。他是小九，我是老爸。我朋友都比你孩子多了。哎，你是网友来评论，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虫子长官报数：一四六七九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我就错了，还好错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可损的呀！我们来个下一个。给我！出场！有个我操！下面网友配的长图都给移出成套路了，陷入的非常形象。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
当你负重前行时，一定有狗东西的相扶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主公只管发力便是。先生，好歹高。此乃 PVC 雨水漏斗，此乃是 PVC 管道。好。天气我一看了都是牛儿鼻子。哎呦我的妈！还有下面这个网友鼻子，全军冲杀十五军阵营，只取诸葛亮的台球厅。战国很乱，我们小楼这么乱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悄悄，我真不是为自己找借口，成就霸业不止金银美女和猎枪，是整个三国都知道你是我的女神。你这么伤心，我真的很心疼。明天我就要和我的盟友共赴新的征程，以国为战，行军一箭就能加速，杀气急速，看黄神将真的如有神助。果然你不是和四大爷过不去，你只是和陈建斌老师过不去。还是忘不了这能不能最终结局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练完一屁股老茧，网友是真损的。我们来个下一个，你感受感受。六六六六六，大错，没想到打了个包茧，这个比包茧还溜。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保时捷卡座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哎呀妈！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幼儿园里别拍照。哎呦我的妈！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？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工作人员说想起来了吗？大姨说还差两个八百。我笑得不行了。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你那眼睛是谁？笑死我了，大肆爆炸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娃娃香的三道林啊。哎呦。这嘴太溜了，来看这评论啊，哥帮我把前对象名了，他双鱼座两条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些人才呀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他去吃情吗？绝对能成功。网友多死了，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精装朋友圈，莽飞人生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下面的评论说：“这个跟我老公好了，我都不好意思去闹。”哎呦我的妈！怎么净说大实话？那我们来看下一个。
除了第一个没抓住，其他都掉第三了。总结的一点没毛病。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啊啊啊！哥们儿，哥们儿，哥们儿，哎哎，来来啊，来来，哎哎，哥们儿、啊，你哪来的？我这片都溜达，你没见过我之前、啊、没有？我天天定点出去，你平时出不去。啊，那个啥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于总搁这片哪块奥利给好吃？奥利给啊啊！我那玩意儿小学吃过一回，挨揍了，就再也没吃过了。那你这不行啊！我告诉你啊，那边从左边数第六个厕所，那奥利给嘎嘎的，一吃一个不吱声，那我给老香了。不是哥们，那片我都去不了，咋的呢？我天天酸的，我就这一片就走两步就要回家了。那你也太可怜了，这么窄的赛道都让你俩发现了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切记目的地，你一片行，你切记目的地，你一片行。每次都好险，差一点就抓到了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我跟我姐们同事，我和她还有她老公关系特别好。我们这边有个说法叫做彩生，就是孩子出生谁第一个抱，长大了性格和长相就随谁。我性格比较外向。他们两口子就跟我说，等生的时候让我第一个抱，希望宝宝能像我。我当时抱的时候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紧张，特别怕让孩子不舒服或者摔了。但是当时最大的感受还是震惊，震惊生命的延续。下面评论说：“妇产科医生都随我。”哎呦我的妈！这就有点尴尬了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撵上你了，撵上我了。我真服了，你们面放屁股底下都可好了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这发型，你怀孕的时候知道好脏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但是网友来形容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不是。什么叫直男微霜、直女微霜啊？我还穷人微富呢，我入夜微凉，正常微近，啊 ，QQ 微信、新浪微博、女强微商，啊，五十微我，哎，我大便未干，都是新人，三爷，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你平时喂母乳了吗？这么黏你。今天有游戏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第一是投胎为禽牛正威，释放洗脑魔音，借机吞噬同类，直接得罪了导师 Johnny J， 被一脚拍扁成嫩牛五方，沦为盘中餐。第二是化身周冬雨，埋伏了宋仲基一手，野蛮生吞，进化为凶兽彭于晏。臭明星宋又被冒犯到，哎呦我的妈！你这历史还这辈子接不完了。还有下面这个评论，当国产游戏都成为笑话时，《山海经》站了出来，成为了真正的笑话。但你是《山海经》有担当，说实话，我还挺喜欢看这东西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老婆，你怀孕了。我看一下，啊，可以吗？猜不测，孩子漏通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还是来得及，我们来个下一个。小炮拿不到大皮箱了，这第一块就掉水里了。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教练，你当踢什么位置？你说踢后卫，偶尔踢门将。
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顶住在召唤。为什么掉了那么久，他还是瘦不下来呢？哎呦我的妈！还得是网友眼睛尖呢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见到全新的世界。陈大爷也是出息了，善意拍视频。陈老 baby， 这是草原的雄鹰，留不住你的吗？现在都开始过日子了，都是你来真的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以后不许远嫁，行不行？行。嫁得越近越好，行不行？行。以后嫁一个厨师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给爸爸妈妈做点好吃的，行不行？行。哎呀，黄毛说别哭，我刚吵完才下班。哎呦我的妈！压力瞬间给到了黄毛。我们来看下一个，坐，坐，你坐下吧，你坐下吧。啊，对的，给他两巴掌也算是抗日了。说的一点没毛病，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我这电话幺三，全是爸爸，这属实是过分了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课堂上那个爱吃零食的女孩。Excuse me. 二婶子吃东西还不忘指挥交通。哎呦我的妈！都是些人才呀！我们来个下一个。阿姨说：“孩子空吗？不空，阿姨躺进去。不行，把阿姨也卷进去。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中国有嘻哈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挺猛的，早八上英语课，别人都在英语书，而我在什么？刘有妹。同学说什么课？我说净含量105克。哎呦我的妈！还得说网友来评论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哎，西瓜布拉多。他这个陪嫁的话，平常我们还是很少见的，这应该是我们县城最豪的婚礼了吧？会布拉多，好浓的一股番茄免费小滋味。我也觉得这个姐姐很家气。你姐说走，我们去看看舅舅在干嘛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来，这么倒下来，一二三，抬脚，抬高，抬高，再高一点，抬的非常好。好，接头，下手接分了。孙悟空来了，都不知道先打哪一个。哎呦我的妈！网友多损呐！我们来个下一个。今晚来两个朋友，简单做几个小菜儿，看看啊，麻辣羊腔，看看羊泡，羊腰子怎么样？看看酱香的牛腔，牛泡，看看这是牛腰子，看看马腔，马泡吃没吃过？马腰子，今天晚上没啥吃的，得了。这是军事频道吗？
子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你是指哪儿扎哪儿，还是扎哪儿算哪儿？